学的时候，匆匆跑下楼，换上最喜欢的短裙。每当这时间，他都会经过，我的心剧烈在颤抖。低头跑上去，假装是路过，然后不小心碰到手，拿出香蕉皮，早就准备好，露出可爱草莓的内裤。他会不会注视？他会不会害羞？或者他被我拥有上钩？会不会跟我充满幻觉？就是在脸红转身羞涩那一刻，已被网络路线着了魔。青春期男孩都是蠢货，粉红色草莓味我的礼物，男孩受不了甜蜜陷阱的迷惑，女孩是闪电鬼一万花筒，我懂得所有他们的脑电波，因为我也是个男生。上秘密裤，感觉今天有些奇特，这样的时刻和他肩并肩，脸红的心跳的约会，旋转的风铃双人分担，他自然挽起他的手臂，加速的呼吸，羞涩的表情，那种表现让我和笑出声。他已经被俘虏，他已经被吸引，是我还有一个秘密必须要现在黑坦白告诉你，身体里膨胀翻滚炽热的血流，唾液中无法抑制荷尔蒙，青春期男孩对我诉说，喜欢我无所谓何种颜色，我不能否